기다려오니 좋았다. 마음 약한 신을 만났으니. See, I'll never come my way. 哈喽 大家好，我们是 SNG， 自己的料自己爆，请认准还在追星的抱抱。因为你是参加了一个潮流节目嘛，这个就是你用你潮流敏锐的视觉，潮流敏锐的视觉，为每一位成员选择一辆。你有什么选择的吗？我觉得马小娇很适合那个拖鞋。我也觉得。我想起了她在家里面干家务的时候。对。喜欢那个包，钟老师说他喜欢这个包，那就给他吧。哦，还有一个要给自己是吗？对，你是觉得自己的？我不说了，这个绿色的就是我，我不想得罪人，这个就是我的。你不想得罪人？我感觉你今天我拍到我的脸上，我可以随便得罪是吗？这个夹子一定是钟，哎，钟老师已经有过了。小 V， 小 V 姐，其实她跟我今天的装扮，哦，她已经自己安排上了，很好很好。那么，你等一下啊，这边弄完再啊，您这边请。所以美姿就是你今天就是不得不可爱，不得不可爱。所以我们准备一下吧，我们来拍一个装扮时尚单品的年终展示。下面这个问题我们从外围开始。如果你邀请一位成员跟你一起去海边度假，哎，你会选谁？享福这种事情那当然是挑小鱼姐一起。哦，因为他做，他很会做饭。嗯，他我知道了。你是去享福的，我是去干活的，是吗？好，有了幸福之后，另外一个反面问题：如果要找一个人跟你去沙漠徒步受苦，你选谁？受苦的话，看一下这边几位已经僵硬，那就屁屁吧。你知道我在前面已经僵硬住了，他可能是想他走不动，我能驮他走。因为屁屁体力很好，一个受苦，一个享福吧，你选。我想都带着，因为吧，大家都挺会做饭的，然后我呢也得把我自己带上，我去给大家洗碗。就是去享福干嘛带他们，我自己一个人去不就好了。啊，受苦全部带上。从小 V 开始，你模仿一下左手边最近对你们说的口头禅是什么？口头禅，等一下，是这个吗？等一下，有什么说我的口头禅吗？啊，对啊，等一下。你说钟老师是吧？对，钟老师呢？这个巨好吃，哦，绝了，好好吃这个。行，来，那你对于蕊子，蕊子最近就是有看哥哥，这是什么口头禅？好，那你是说屁屁了？哇，屁屁的口头禅太多了。实话，他会突然哽住，然后，你看，就是那种，不是，就是尴尬，就是缓解尴尬的一种方法，就是自己笑一下。比如我说过什么，结束了，到你了，到我了，小 V 姐。哦，不是，哎呀，别让我尴尬。就是小 V 姐的话，点个外卖。点个外卖。嗯，她真的是。选择恐惧症吗？很少吧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会一点点，蛮多的那种。对，因为她什么都能吃，所以她不纠结。来，我们的队长小 V， 作为队长，哪个瞬间最想暴打队员？他们不听话的时候。所以你有晋升为什么队长特权吗？啊，有吗？
其实我觉得我就是当队长以来的话，就是可能跟他们沟通的时候，其实我更希望是以一种就是平等的那种，就是朋友的一种角度去跟他们聊天，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不听话的时候，其实我也拿他们没办法。기다려오니좋았다마음약한신을만났으니 See ya, never come my way.了解到每一位成员身上其实都有国风的一些特性或者属性特色，所以从左边这道具中，每一位成员可以选择一样去展现属于自己的国风特色。这里有两把扇子，这扇子看上去挺贵的，我觉得。哦，我觉得这个甩起来可能有点危险。我也觉得看上去好贵啊。真的跳舞。其实扇子的话，我觉得。对于我来说是比较熟悉的一个道具了，因为之前可能就是自己拍照什么的，他们都很喜欢给我扇子，然后我拍照就是用扇子，一般有几个就是固定的姿势，半着脸，看过那种就是蹲着的，然后那个手一样放在上，比较正经的那种就这样拿着吧，这样。啊，作为一个颜狗，我选择这个，这个可能就是很符合我们。就是国风的属性，然后让小时候就是弹古筝什么的也很喜欢穿汉服，就很配。哎，看是不是好看呀、啊？太大了！下一位成员，我选一个，选那个打鼓的，帮你递。哎，早知道我先选了。拿都拿到手上了，来都来了，对吧？啊、咱们怎么又是我不想再复杂了？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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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我也是想拿这个鼓的，但是他都拿了，对吧？对吧？我就拿一把蒲扇，因为本来是想拿着这个拨浪鼓来表演的。OK， 来，我给你打鼓，你来表演吧。对对对，配音，预备，备走嘞。三月的四新年呐，哎呦喂，嘿，梅花我去拜年呐，我喂，嘿。那一儿嗦，一那一儿嗦，嘿，央求叫住那少主一那个，那少主一那个。最后一位王二蕊，我选那个小琵琶吧，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过一些翻跳的作品，它其实是用到了琵琶这个道具的。然后琵琶呢，也是我们中国的敦煌。对，敦煌舞里面经常使用到的道具，反弹琵琶。哎。你俩是掰的，油抱琵琶半遮面。对，你来，我来，油抱琵琶，你来半遮面。油抱琵琶半遮面，再配上小鼓，当好看、哦。没有鸡老师帮我试打一下你们的新歌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SING。我们的新歌《清风腾宫少女》已经上线了，如果大家还没有听，就赶紧去听吧，来试试看吧。